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出埃及记第五十七天，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七至三十八节，香坛与洁净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以便洗濯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。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流直的没药五百舍克勒，香肉桂一半，就是二百五十舍克勒，菖蒲二百五十舍克勒，桂皮五百舍克勒，都按着圣所的瓶。又取橄榄油一星，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，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濯盆和盆座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。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为圣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弗他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作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。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，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一个侍奉神、亲近神的人，必须邻里时常洁净，但因人的软弱而有污秽，就需借着血、水、圣膏油来使人成圣。所以洗濯盆预表基督，使我们在生活中成圣。铜制成的镜子是神先光照我们，然后洗净我们。生命圣洁永远是神使用人的重要条件，神也乐意以他的大能来洁净人。在新约圣经中记载，耶稣的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行，他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神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而圣灵也常在信徒心中做光照洁净的工作，圣灵用火焚烧洁净人心。第二十二至三十八节指出会幕中各种香料的制法。会幕中有以下香料制品：圣膏油以五种材料制成，没药是苦而香的，有止痛之效，预表主受苦致死；菖蒲气味芬芳，
到最后始发香气，表明主受尽苦难依然发出香气。香肉桂，肉桂是熟药，是馨香的兴奋剂，表示主爱焚烧于心。桂皮有辛辣的香气，表示主对罪恶斥责胜利毫不留情。橄榄油象征圣灵与其香气，会幕中的圣物和祭司都要用这膏油涂抹，象征分别为圣归神所用之意。这圣膏油绝不可用在俗人和俗物上。香，香代表祷告，是用四种材料制成，其中前三种中文圣经直译音无意名。拿他福是一种树叶，祷告是生命的馨香流露，正如松香是松树的自然分泌。施洗列是一种贝类，被火烧时发出馨香，令我们想到痛苦是祷告的助力。洗利比拿亦为一种树叶，形如滴珠，色黄味苦而香，有解毒的功能，亦如祷告帮助我们胜过罪恶。乳香是一种香树枝，色白有奇香，是洁白高贵的香料。这香的材料要捣得极细，预表基督徒的老我要被粉碎，才配得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及领受天上无穷的恩惠。愿神引导我们能更多体会宝血真理的可贵及圣灵的能力，借主的宝血来洁净我，赐圣灵膏抹我，能以见证神的厚恩。导读神的话，出埃及记30:29-30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，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的主。求圣灵膏抹我，让我更多经历你，更多能体会你救赎的恩典和真理的绝对，赐给我诚实无为清洁的心，可以为主所用。阿们。主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。主，愿你真的用膏膏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，蒙你悦纳。阿们。主啊，你用膏膏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你说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挨着的都成为圣。主，谢谢你，你赐下耶稣基督至圣神的儿子，以致我们挨着他，我们也成为圣。阿们。是的，谢谢主。圣灵啊，没有你的光照，我的心会昏昧；没有你的膏抹，私欲便会长出毒根。求圣灵来洁净我，炼净我，好叫我能有能力渐渐脱去旧人，成为合乎主所用的圣洁无瑕疵的器皿。阿们。主，真的愿你炼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因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祭司。主，愿你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能够与更多的人与你面对面，一同成圣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能够一同成圣。是的，主啊，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从你那里领受一个圣洁，以至于主啊，因着你的缘故，我们都成为圣洁的人。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